进来朋友双击一下哈。八拳用作养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操，爱我操！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用作养生。头发有点飘，对，天天吹。骑电动车，骑电动车吹的，我操，没办法。两仪庄是什么宫？庄宫啊，两仪庄不就是庄宫吗？你打过军体和八段锦，跟这个没关系啊。经典跟这个没关系。进来朋友双击一下哈。吹电，不讲吹那个吹的吗？小孙，看视频能学拳吗？学拳啊，你这儿路还不能走呢，你这儿你就已经开始要学拳了是吧？那个撑锤接两顶要不不要？不知道，南昌现在肯定贼冷，不冷不冷。不要，你的课不知道有没有对，不知道有没有对练怎么办？不知道没有对练怎么办？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沧州孟村这边的八拳正宗不正宗？正宗。你在沧北读的大学啊？正宗。但这个前进式哈，有一句这么话啊，这个。孟村是八拳的发源地，明白吧？是八拳的发源地啊。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干嘛呢？你得练得好，你练不好，你天天把发源地挂在嘴上也不管用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你练好了都正宗，你没练好，你正在哪儿？是不是？孟村也不是个个都练八极拳。是，两仪庄怎么练？咱们直播间底下是有教程的。那个有没有练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那个谁，刚那位兄弟刘某人，你说的话我没听明白，你说的话我没听明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刘某人，你是说你加入了我，你买了我的教程，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练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刘某人？是这个意思吗，刘某人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哈，刘某人哈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如果说你加入了我的课程，但是没有我的指导，那都不算加入了我的课程。什么叫加入的课程？我的课程是包含两个的，第一个系统的教学，第二个课后的指导。只有说你加入我的教程的同时还得到了我的指导，那叫做加入了我的教程，明白吧？那其他都不算。哎，感谢宁池哈，站桩平时站多久有效果？五六分钟了，明白了吧？
啊，有他，他太可以了，太可以了，是吧？你说你加了我教程，你这个自己练，那哪练得出来，是吧？也不是练得一头的问号嘛。咱们都会指导的，三分靠教程嘛，是吧？七分靠课后指导，是吧？肯定是一头雾水啊！课程再讲的再详细，没人指导你哪练得出来啊？哪练得出来？练不出来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就加入课教程？课程是一方面，课后有人指导啊，这才是重点。尽量朋友双击一下哈。你来呗，帅气范儿，你来呗，你管满额没满额，你干嘛？你管那些干嘛？我们这么熟，满了也得把你塞进来啊，帅气范儿，你准备来吗？你准备来吗？你啊，对，你安排一下嘛，安排一下，要来就那个嘛，啊。什么？哦，吓我一跳！来呗。气血是。气血上涌，嗨，挺武侠。你这么一说，挺武侠的。嗨，不就是累得慌吗？是吧？就是累得慌呗。哼。好，感谢吴大哥啊，感谢吴哥。没问题啦，待会儿下了直播，下了直播，你这个还有我推吗？我现在就发给你。哎，帅气范，你之前是在抖上加，你直接在抖上加的。好了，帅气范儿啊！你在微上的，你在微上的，微上，行，我觉得应该同时会进步，实际过来提高提高，是聊聊天，喝喝茶，吹吹牛逼，不也挺好吗？是吧？你像吴哥就是阴，来我这儿都来了2次了，事先锻炼好身体素质再练八拳，还是练八拳同时身体素质，练八拳的同时，你的身体素质就会提高，明白吧，兄弟？啊，练八拳的同时，你的身体素质就提高了，不需要就耽误功夫。我要先怎么样，然后再去学八拳，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了。帅气范儿，好好练啊！回头那个什么，你那单打你来了，我也得给你看看。
说的是呢，小生说的太好了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就是10年前或者是现在，说的太好。哎，小孙，最近这个枪练的怎么样？枪练的怎么样？抓紧，对，抓紧20天，对，三大枪一直就这样。你还收徒弟吧？我操！反正那小孙有问题就说，有问题就说话啊，我到时候直接拍视频给你啊，小孙有不明白地方说话，我拍直接拍视频发给你。喝罐汤睡觉，你看这一看帅气饭是外地的啊，我们这边晚上是不喝汤的啊。八极拳重点，八极拳重点练什么力？练六个力，练六个力，只专注练顶心肘可以吗？这个糊涂兄弟你好哈，这个你说这个顶心肘啊，我没有练过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顶心肘，慢慢练好。行行行，不着急不着急是最好的，小孙练东西不着急的，刚看您视频进来的，多分享些历史事件讲解啊，不好讲兄弟，路过不好讲，有些人不好讲，讲多了挺不好的。八极拳的劲是什么劲？八极拳的劲就是文艺青年哈，我打个很恰当但是非常不礼貌的比方给你哈，就是我这会儿心平气和笑嘻嘻的跟你聊天，突然一个巴掌扇你脸上，打你个猝不及防，这就是八极拳，明白吧？所以八极拳讲究爆裂骤变啊，看得过去晴空万里，突然一下倾盆大雨，这就是八极拳。你们晚上的汤馆生意好得很哦，一两点都在喝汤。谁？我们这儿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过你想喝，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南，到时候你来南昌有个非常牛的一个汤馆啊，那个汤不得了，啊，那个汤很奢侈啊，你哪里不舒服就补哪里的汤哈，当然也不便宜啊，40-50块钱一罐啊那个汤，你来过是吧？哦，那就好。八拳大枪。一粒降十会和4两拨千斤这两个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。一粒降十会是一个练习功力的一个指导思想，而4两拨千斤是水平，是层次啊。顶心肘不是八拳的吗？一代宗师那个哦，糊涂你好，那是一代宗师里面的，一代宗师是电影哈，他跟这个没关系。在电影里面还有降龙十八掌哈。哈，龙飞出来，啊，这个你不能把电影里的东西去，你不能练电影里的东西啊，你要练电影的东西，那你去练那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哈，里面的东西多。南方练八拳的好像很少，那对，没错，很少很少。啊，糊涂兄弟哈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哈。首先得有千斤力加4两，对，所有的拳都应该以力量作为后盾。你看啊，过去讲同门教技者力大者优，同门教技啊，谁力量大谁赢。师弟今天想你了，你怎么啊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想我了。就问一下，没事，糊涂兄弟，没事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哈。但有时候兄弟我说话比较直，莫怪啊，莫怪。八极步法有点乱哦。你好几个月没直播，是。南方底盘。南方船多，例如永春，哎，这种说法，
哪里南方都是船嘞？北方没船吗？北方的大运河不是船吗？哎呦，师兄，江湖最高礼仪。师兄，啊，师兄，八泉怎么这么多烫架子？哎，乐，你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没必要问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么多架子不是你什么都能学得到，这么多架子不是都要你学，你学到多少是多少，你能学到的是多少，你想学多少是多少，明白吧？离得太远哈啊啊！第一现场你在哪里？可想死我了！哎呦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哈，是在这边很久没有直播了。学竞技武术的打传统八拳没有一点感觉。我这儿来过练竞技武术的这个爱好者，完了之后学这个传统拳，它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刚进打不出来了啊。师兄是全部助彩培吧，是吧，师兄？啊，不用管。是助彩培还是助哪里？小架大架有什么区别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，龙仔。老想找缝，然后就没有那个味道。不要去找缝，这个任重道远，兄弟啊，首先。找范儿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啊，为什么说找范儿都是错的呢？任重道远兄弟，你听我讲，是不是这个理哈？什么是范儿？说白了就是刻意去模仿某个人。你想想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任重道远，你觉得某个人特别有范儿，完了之后呢，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你时时刻刻在模仿他，你想想，你就丢了自己。每个人的高矮胖瘦是不一样的，强行的去模仿。你想想，这还叫拳吗？是不是？打比方，你的老师1.6米，你1.9米，你刻意的去模仿你的老师，那么你那个还叫拳吗？是不是？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。怎么起范？其实很简单哈，帅地方，怎么起范？初期听循老师的建议，后期练自己的东西。我说对不对？学我者生，向我者死。这不齐白石老先生说的吗？世间哪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嘞？在武馆吃饭。哎呦，师兄，本来我也想去的，确实第一太远，第二我这里有事走不开，走不开。你分析的动作细致，感谢哈，感谢天外来客啊，感谢。我操，这边有喜欢我的，刚刚这边有个爱我的，这边有个喜欢我的。真有500钱吗？不知道，没学过啊，没学过。有格局啊，好，感谢支持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点关注啊。我是江西南昌的，江西南昌。唐老师的拳打得劲的，哎呦，感谢哈，感谢霹雳怪掌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怎么突然就没人说话了嘞？好，进来朋友双击一下啊！没有点关注的兄弟点个关注，喜欢八拳，哎，也比较认可唐强的，可以去看看我的教程哈，1、2、3号链接就咱们八拳入门体系，不知道该问什么哈。那看了有练八拳的就问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哈，普及一下，八极拳没有铁三靠，也没有顶心肘。但凡说铁三靠的，那都是看电影
啊，看电影学来的啊，我在练铁三靠，是吧？你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在练铁三靠，那么，对我而言，就好像他在告诉我说他在练降龙十八掌，啊，在练凌波微步，啊，在练黯然销毁掌，啊，一个道理。没有铁三靠，八极拳称贴三靠，铁那是扯的啊，还有什么呢？也没有顶心肘。也没有顶心肘，所以很多人问我这个顶，我就练顶心肘。刚刚这边个兄弟问我，我就练顶心肘好不好？我也没学过顶心肘哈，没学过。喜欢八拳哈，练这个需不需要练气？那肯定要练气的。两个人切磋，举手不留情，还是点到为止？那肯定要点到为止啊！第一现场，那肯定要点到为止。现在这是什么年代了啊？你要出手不留情。那不留情，到时候人家也不留情了。你到时候这个谅解书，人家不签字嘞。我跟你讲，第一现场，啊，谅解书不签字，你麻烦了啊。撞树那个不是吗？啊，不是的，不是。有啥用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强身健体，防这个自卫防身都可以。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云柳。今时今日啊，兄弟们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是吧？得理了也要让人让一让啊，这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按你刚刚说的，出手就那么一下，没法收回啊。那是啊，就跟这个文艺青年，就跟我们练那个六合枪啊，出手也是一下。那扎过去也是一下，但问题是，说归说，你不能真去扎呀，明白吧，兄弟？气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呼吸，呼吸，明白吧？没有那么邪乎啊！来，兄弟们，点起来哈！你看，马上我也要练呼吸了啊！来啊，兄弟们，来练呼吸啊，练气啊，摔跤范儿点上啊，练气啊，兄弟们，我马上练气了，我在江西南昌。这个对习武先留的这个八级，呵呵，小声，八级加披挂，什么叫披挂啊？等我练一下气再跟你们讲啊。这不就练气了吗？这刚那位兄弟哈，刚那个兄弟，八极拳啊，没有这个什么八级加披挂一说，八级加披挂。也是外行人说外行话，老辈子叫做八极参披挂，加和参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什么叫参？什么叫参？往酒里面掺水，啊，往米里面掺沙，明白吗？这叫参。所以说，八极参披挂，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进阶，一个历史的里程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所练的八拳当中已经有了披挂拳内容，明白吧？已经有了披挂拳内容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什么，什么八极加披挂，所以说练完八拳还需要去练披挂拳，这种说法就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了。咱们现在所练的八拳当中已经有了披挂拳内容，八极参披挂这件事已经被我们的先贤完成了，明白吧，兄弟？杨勇是你的老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快试血，可以，才四十啊，兄弟，才四十啊。啊，对，给肺上上强度。兄弟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对，融合了，对，所谓参就是融合的意思，明白吧？八级参披挂，八拳当中已经有了披挂拳内容，这叫参。云流可以哈，就整合了嘛，已经整合了。啊，对，给肺上上强度，那就看电影学，哎呦，看电影学不知道怎么样，看我的网课呗，这个第一现场，兄弟，我的网课讲得很细的呀。好，感谢徐小明关注，感谢一二三关注啊，兄弟们，道德永存，熟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奇怪呀。
好，感谢君子归真哈，感谢哈，明白吧，兄弟们哈，只要有关八权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去和大家说一说啊，聊一聊。我知道，我就说哈，但是咱们直播间不聊人哈，聊人的话挺不好的，是吧？挺不好的。你比如说，你问我，哎，唐老师，这个谁谁谁是不是很厉害？那谁谁谁是不是很差劲？咱们嘴上留德，不去聊别人的好与坏啊。别人好不好，咱们说难听点，别人练的好不好、坏不坏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咱们这儿聊聊八极拳，就对你对我都是一种提高，是吧？好，感谢舞狮点赞哈，感谢啊。谁的八拳练的最好？你要这样问我，当然是我的师傅练的最好了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要这样问，你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你不挺扯吗？我觉得我师傅练的不好，我哪能拜我师傅为师呢？是吧，兄弟？这种问题都别问了。北方拳讲究整劲，南方拳讲究寸劲、短劲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怎么就说来着？对对对，没错，孟村无家。什么是披挂？披挂也是一门拳种，也是一门拳种啊。在我眼里，唐老师是最好的。感谢哈，小悟空，是吧？你看，包括小悟空他们也看我的网课学，他们觉得我唐强不行，他们也不会看我的网课，是不是？也不会看我的课程。用手臂打树会伤骨头吗？不要乱打啊，狗尾巴草，不要乱打。我不懂啊，新青年，咱们不讲这些东西啊，咱们不讲，咱们就聊拳哈。大哥，我关注你好久了，我那时候还看你发你白哦，那是够久哈，那是够久。那你这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呢？小悟空今天怎么有时间呢？练得一定境界，能成仙得道吗？我瞬间我不知道怎么去接话了啊。这个，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是吧？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天上的神仙是练什么拳的，我也搞不懂。哎，嘿嘿，啊，可能能飞哈，能飞啊，搞不懂。他帅气范，六合门和自然门有什么不同？我不知道，没学过。老师的茶桌什么样子的？就是一个普通的桌子啊，在旧货市场买的，打输了就成仙。强身健体，最后练的都是一口气。明阳兄弟啊，我们这个谈养生，因为你讲到的修仙得道嘛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修仙得道的第一要素啊，就是你可能要早点睡觉哈，这个太晚睡觉，不好。手把手教，那边包住不包吃哈，包住不包吃哈，我也不会做饭啊，我不会做饭，我也在外面吃。好了，练气练完了，黄花梨还买得起黄花梨，买得起黄花梨，我还跟你们半夜三更在这聊聊拳。我知道平台的素质不高，但是我真的期待唐强老师。基本功怎么练？向前走，咱们直播间右下方一个蓝色的雪花片，点进去123号链接就是基本功。没瞎练啊，瞎练，我们都是瞎练的，在这抛砖引玉。练拳和练肌肉冲突吗？不带冲突吧，不太冲突啊，不太冲突。哎，晚上好，兄弟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。蹲低一点还是蹲高一点？适中啊，要适中，适中。
好，感谢温柔冰关注哈，要适中。北方有个七段高手，让我们学八卦掌，学费10000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只要你有这一万不就可以吗？你没有这一万怎么可以，是吧？练了多少年，今天的境界狗屁境界，一把草没境界啊！我出口成章的，有什么境界？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个李清林啊，这个今天刷抖音看到你发这个这个提柳刀的视频是吧？你之前发的是不是？在你的抖里面有一个练提柳刀的视频，是吧？啊，你知道那谁练的吗？第一现场，你私信我吧，好吧，你私信我吧，你私信我。吴焕才不是吴焕才，不是吴焕才，是吴大庆，吴大庆。啊，哪是吴焕才？吴焕才哪有那么年轻啊？那是九三年、九二年、九二年的视频。吴大庆。吴大庆这趟刀是90年代初吴大庆跟我师傅吴大伟学的，啊，学的这趟刀，不是吴焕才，吴焕才哪有那么年轻啊？是不是？吴焕才都不是一辈人呐，两辈人呐。请问老师，直接练内家拳，不通过抻筋压腿，是否能练出柔韧性？不能。吴大庆很少那个了，现在很少练了，很少。不要问我这个第一现场，不要问我和八拳无关的问题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。我呢，我的重心，我的重点就在交拳上面，其他的我也不看，我也不懂。啊，我江西的，啊，没做好，这是那吴大庆的。都他们自己家人，都他们自己家人。口音像北方口音，我吗？我像北方口音吗？我妥妥的南方人啊。以你的水平到上海或者北京大有前途是吧？有什么前途啊？中医推拿兄弟，我呢就是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，又不谈前途哈，不谈前途，我就混口饭吃啊，每天能交拳，能吃饭，能喝茶，我操，我觉得就已经是前途了哈，就已经是前途了。正宗的，对对对，我们正宗的江西老表口音哈。上班族能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我这个仰望星空，你是南昌的是吧？我们拳馆都是南昌，这个我都南昌的，都是上班族，都是上班族。练内家拳，同时还要练柔韧基本功。这个用户啊，没学过内家拳的。现在很多拳馆和学校合作是吧？暑假教，我不跟学校合作，我不合作。今天跟我老师聊天，聊到唐老师，他说唐老师有功底的，我老师有时也喜欢看你直播，唐老师，这样子啊，上两天提两天，怎么跟课程？你私信我，你私信我啊，仰望星空，你私信我，改天云流到江西找你学习云游啊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管我自己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
你兄弟跟我不熟，你跟我熟了就知道，我操，我就管我自己，我谁也不管，啊，我就管我自己。八圈有隔绝吗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怎么样学会快一点？慢慢学会快一点，慢慢学会快一点。说多了容易得罪人。是，所以这个好，感谢 TC 哈，感谢兄弟，感谢。这云流啊，一看你家里就做生意的哈，你小小年纪懂挺多道理啊，你八极拳能实战吗？八极拳实用性很强。这个视频我知识没做好，嗯，对，很正常，很正常啊。这个拳实战怎么练好了就行啊，练好了就行，换个头像，换个名字，熟 TC 没那么简单，去了新地方事故强，没那么简单，去了新地方人情世故比武术难。曾经有北京的人来我这儿学拳啊，他说在北京那个地界比较复杂啊，你先你得会聊，明白吧？这个可能啊，北京啊哈，包括他们咔咔咔能呱呱呱能讲啊，首先得会能讲啊，不能讲不行啊啊，那个个都得讲，会讲单口相声这个才好混哈啊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聊聊拳可以，聊拳以外的东西我们就嘴笨了。有培训班还自己学，八拳有几套拳，蛮多拳，好的。实战再强，打能试试。嗯，你们在哪？我在江西南昌。南昌冷不？还好，不冷，不冷。有的，有的。副手，副手，这是我直播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吗？感谢欧欧啊，兄弟啊，这什么礼物啊？第一次见到，没什么。火箭是吧？是叫火箭吗？贴山靠是八拳里面吗？没错，贴山靠是八拳里面。哦，本来说三号拳，哦，江苏的是吧？是你吧？哦，是你吧？是江苏的吧？躺地上选个车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唐老师在暗示，对对对，在暗示，没错，你懂的，不要说出来。他也是你们帅气范儿那个，哦哦，刚那个送火箭的也是江苏的，他本来说。这周三啊，不不，下个月三号过来，1000一个，我去，这么贵。但是后来因为有事没过来，没关系啊，我等你那个了，等你随时有机会啊，随时有机会，随时欢迎过来啊。加个单时候是不是每个单都发给你知道 ？TC 没错。哎，帅气范儿，你们江苏人是可以的，讲讲贴山靠的威力吧，大师。不要叫我大师哈，咱们是要叫小唐哈。买茶叶，500块钱，啊哦，你内蒙的，你不在江苏吗？啊，我以为你有些远是吧？看我的教程啊 ，KEP， 咱们直播间底下不是有那个吗？不是有那个一个小程序吗？点进就能看到学费啊。随时欢迎啊，欧啊，没关系啊，什么时候有时间都行。最近我们这来了个牛逼的人物嘞，帅气范儿，来了一个你的战友嘞，我操，真牛逼，那不是一般的牛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教官，他教别人干这个的嘞，哈哈哈哈哈，不是一般的牛嘞，啊，现在就在隔壁。啊，哒哒哒哒哒，
他教别人干这个的。你这个海棠，咱们直播间底下有教程哈，一二三号链接就是八拳入门体系啊，入门体系。我去，怎么回事啊？保时捷，我去，今天晚上、啊、可以。三十多岁晚了吗？不晚，三十多怎么会晚？好，感谢哈，感谢兄弟哈，提发财了。这他妈能发财吗？天哪！给你感谢哈，设计范哈。可以好、随时欢迎。又得了一百二。哎，云流啊，你是不是经常到处刷礼物啊？不然你怎么知道又得了一百二呢？我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不扣抖音扣不，他扣一半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他具体扣多少我是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说明云流也是到处给别人刷啊，但是没给我刷过啊。玩枪，不，十万个为什么他是干嘛？人家教这个是他的职业，明白？这是他的职业，但是他喜欢这个东西，他是喜欢这个东西。从成都打飞的过来的，从成都打飞的过来学的。我靠，一元石斗币啊！感谢哈，兄弟们哈，感谢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，我不知道。进来朋友双击点亮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点个关注。哇，今天好多同门进来看我直播，我刚刚看那位师兄。然后又看到我一位师伯，呵呵，师兄师伯啊，兄弟们，哎呦，狗没有名气啊，姓唐名强哈，姓唐名强。好，感谢二哥加入粉丝团啊，感谢二哥。说话呀，好，感谢点赞哈，感谢点赞，双击点赞啊，双击点赞，我也给我自己点个赞。唐老师，您和吴连枝什么关系？吴连枝老先生是我的师爷啊，是我的师爷，我很多的东西都是老爷子亲自教的，那是我的师爷啊。我最敬爱的老前辈呀、啊，好，感谢困了就睡啊，感谢，感谢哈，感谢 TC 兄弟哈，感谢 TC 兄弟，
对，我，这是我事业。八拳里面有朴刀吗？也有，也有。老师，那个是张口的肩膀适合眼睛看一个方向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云流，云流打比方，我们两眼顶朝这个方向，你看眼睛看那儿是吧？两眼顶啊，是这样，你看还看那儿，看到吧？还看那儿，还看那个方向，啊，一直看那儿是线框，一直看那个方向，啊。好，感谢红哈，感谢闪修。最近出的问题视频很不错呀，什么什么视频？什么视频？闪修，哎，感谢小雨哈，感谢。狮子小张口啊，狮子小张口，狮子小张口啊，做这个动作，你看不能，比如说我脸一顶朝这个方向，狮子小张口不能朝，你看看到没？要转过来一点，明白吧？转过来一点，这就叫狮子小张口。八拳里面有唐刀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吴秀峰先生12郎小将有得到传承吗？哪年兄弟哈，我都接触过，我都接触过。我还想问一下，八极拳你觉得器械哪个气势更好？练好了都好，练好了都好，练不好都不行啊。哎，感谢哈，感谢，我去，这个字我不认识，古什么青？感谢兄弟哈，感谢兄弟。对，狮子小张口啊，是狮子小张口，这个动作很厉害，可以打人的，枪。有补刀的教训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感谢一下，感谢兄弟啊，感谢 TC，感谢红。没有补刀的，没有补刀的教学。帅，那个，我先忘了叫什么名字了。云流，刚刚我说那个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云流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没听明白，我再说一遍。哎呦，那厉害呀！狮子小，哎，这个谭鑫兄弟来了。狮子小张口这个动作，既可以擒拿对方，又可以打对方，还可以摔对方。这个动作的这个技法特别的明了，技法特别明了。在可以那个很快的啊，这个星空那个很快的，那个一练就有，一练就有。明白了哈，明白就行。那太厉害了，单一顶下面那个要扎马步还是怎么样？三拳，你去看我的教程，我在这跟你说的再清楚，你根本听不明白。你像刚刚云流，我跟他说，他能听明白，为什么呢？他首先通过我的教程，他正在学习，他正在学习，明白吧？然后我跟他一说，我点一下，他就能听明白。有的弹性都有的哈。等下直播我找你啊，谭鑫，是吧？你们舌顶上颚的功效是什么？这个是做按照养生里面来讲，舌底上颚搭鹊桥，明白了？搭鹊桥，撑锤的高度是多高？就是那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也不要这样子，跟大概和你的肩膀差不多就行，和肩膀差不多就行啊。搭鹊桥连同任督二脉是，我这一天一个人没办法拍视频，你看，没关系，谭鑫，你可以到，你可以去买一个支架，明白？买一个手机支架就好拍了。行，你可以买个手机支架嘛，啊，不求人啊。兄弟们，来呀，练练气呀！点赞啊，兄弟们！怎么视频光有小架上半没有下半？浩瑞兄弟，即便有上半，你也学不会的呀。
是吧？说心里话，浩瑞兄弟，咱们发出来的短视频，发出来的短视频其实都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个乐子，就给大家看个乐子。你说通过我发出来的短视频去学拳，那都扯，那学不出来的。啊不，这个啊，你骑电动车吹的，骑电动车吹的，知道我手掌？你知道我手掌张开？不知道，我搞不懂，搞不懂。练练气，这个天没蚊子了，对，练练气。老师频率有点小，有点小大是吧？那是那个，啊，我没有练过两个小时，肚子瘦多了，挺好。练气化神，练神还虚。点上根，祝贺一下今晚。这还用祝贺吗？啊，这不都是日常吗？点上啊，兄弟们哈，点上。现在的川武还有实战训练吗？感觉现在都是练的都是武术套路。怎么说呢？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。你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。点上这个对身体不好啊！你说的太对了，星空深这个星空深处这个点没睡觉对身体也不好啊。站两人桩的呼吸是自然还是深呼吸？自然。视频能学的话就会对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清晨半夏，我不好意思说的话，你兄弟你说了，说的太好了，对。啊，视频和课教程的这个不同之处就在这儿。视频只有一个角度，而课程是多个角度，同时我还会指导。啊，我就喜欢这样实在的兄弟哈啊，讲这个事，对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没错，我从来不避讳。清晨半夏，我从来不避讳。我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直播啊？第一，和大家聊聊八极拳；第二，就是推广一下我的课件。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我从来说话我不藏着不掖着啊。啊，不管练什么打架基本上是王八拳，我打架从来不用王八拳啊，我不用王八拳。我其实我的王八拳也还可以，但我不怎么用。八拳有哪些内容啊？星空，咱们直播间底下有个蓝色的雪花片，有个雪花片点进就能看到了啊，一二三号链接就是课件。清晨哈，清晨啊，我们不是说完全是为了挣钱，挣钱的，你像我们本地人，挣钱的路子太多了，明白吧？太多了，我随便就做点别的，也比天天在这开拳馆要多得多了，你能明白吧？我随便就做点别的，我都能挣，啊！但是既然做了这个，也不能饿肚子吧？是不是？谁不要吃饭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半夏兄弟，你可能是事业单位公务员，是吧？每个月旱涝保收啊，到了年底还有分红，咱们没有啊，咱们得想想这个拳馆怎么支撑下去啊，我说的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是吧？你们有你到了月底就发，到了月中旬就发钱，是吧？年底分红的人，你们不知道我们的苦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感谢长春哈，啊，星空深处看到没有？咱们直播间底下个蓝色的雪花片，点进就能看到教程啊，一二三号链接就是八拳的课程。学看视频，哒哒哒，第二天起不来。打架都用八拳单式。哎呦，这个谈谈心，其实你的问题是个伪命题啊，就跟你刚刚学这个说话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个的说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啊，等你说熟了想怎么说怎么说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啊，对啊，眼睛一睁就是房租啊。对，我们吃什么呀？
但你怎么知道我是事业单位上班？我猜的嘛，半夏。一般天上的神仙是不知道地下的事的，啊，天上的神仙哪里知道地下的老百姓怎么过日子的呀？啊，哎，张你好，你好。蹲庄的时候果臀有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果哈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果臀哈。嗯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说这个。啊，早年间有个皇帝也说了，哎，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？嗨，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啊？他们为什么不去开滴滴？嗨，每天给学生上课的，每天给学生上课怎么上？想怎么接受房子水电？没，哎呦，李青林不说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不在一个层面上想不到这些事情。对你兄弟，你只要明白一点哈，你想不到有钱人有多舒服，你同样的你也想不到穷人有多痛苦，你想不到的啊。家里没有矿，一个都打不了，对，一个都打不了。你看 TC 啊，你有看我的教程是吧？如果说你有看我的教程的话，你得私信我呀，因为但凡是加了我教程的兄弟我都会指导，不是说你加入了之后我不管，我都管，明白吧？我都管。我都管的啊，在我的指导下去学不好吗？是吧？这句话我不能对别人说，但是你既然加入了课程，我觉得我就可以跟你说，因为你加入了说明你是信任我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能去指导你啊。你不管嘛，这个星空，你刚刚你不管这个怎么六左头，你现在你不管几头二头三头，你得从基础开始，明白吧？单是这个两仪装单是小价，就是这个基础啊。直播开馆用麦克应该还可以吧？还行还行啊，反正咱们都交税，那不像你们什么一分钱不税，一分钱不交税，天天坐那里啊，就知道抠老百姓的啊。不，你得打搅我，你得打搅我，这是我的工作啊 ，TC。唐老师，我蹲了一个星期两银桌嘛，现在应该。不，兄弟们，你们这边的兄弟们，你们加入了我的教程，为什么不联系我呢？我都会去指导你啊。有没有遇见踢馆的？以前有遇到过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现在人都挺有素质的啊。现在的这个老百姓也知道，大家其实生活不是那么容易，晓得不是那么的容易，所以说也很少这种有这么干事的。说话太实是吧？现在踢馆是不是可以换车？也不是，就是每天做的挣钱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这是在录屏嘞啊，清晨半小我录屏了嘞。待会儿我可能会下了直播我发一下哈，我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你哪个单位的哈，啊，天天坐在那挣钱啊，没事干，我看看哈。啊，工作无聊耗时间，就是每天坐那挣钱真没意思。哎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看看我们的普通大众会不会去问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哈，到时候哈。我每次直播都录屏的哟。可不能是吧，得这样子让大家羡慕羡慕你们啊，让大家羡慕羡慕你们。哦，对，我江西南昌的。哎呀，一三年接触就接触了我啊，是吧？不，你太牛逼了，你知道吧？每天坐着挣钱没有意思。兄弟们，这边32个兄弟，你们羡慕他吗？我很羡慕他，是吧？我们半夜三更还在这直播，啊，为了碎银几两，是不是？哎，
待会儿我下直播，我就把你这个聊天记录，我这往这个抖上那么一发，兄弟看你能不能火哈？这不就你就这你不就就可以直播了吗？啊，这你不就到了我这个层面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也羡慕啊，我也羡慕，是吧？你看兄弟三更半夜还在上班，我也是啊 ，LLK 啊，我也在上班，嗯。哦，你在南昌，我在东湖区，我在东湖区。谈谈心，其实这是个伪命题。他们是不是说专门打传武大师？他们是打什么的？他们是找打得过的人打，明白吧？打得过的人打，打不过的他也不找。你做的视频，哎，感谢哈天心剑。嗯，没事，待会儿发出去啊，我看看有没有兄弟会人肉一下你啊，看看你哪个单位的啊。到时候大家去考编的时候，往你这个单位考啊。对对对，捏软柿子嘛，这很正常。现在这个说话不要随便说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们这个咔咔咔那么一整，我们普通老百姓。本来就生活不如意，你还说自己天天做的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来钱，就是挺无聊，还挺嫉妒的，挺嫉妒的啊。待会儿下，明天你能看到啊，清晨兄弟，明天你能看到你那个哈、啊，单打好学嘛，呵呵。单打的前提是你要会小架，你不会小架的话，直接练单打很难，很难。有个交影村的就有人挑战，他不敢接。那什么意思？不是谭良心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不是有一个问，就是有一个这个逻辑关系，就是。打比方，谭鑫兄弟，比如说你来指导，你来挑战我，我不接就说明我不行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你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是不是？那你不是道德绑架吗？是不是？本来干你们这一行就应该说出来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南昌有一个在某单位上班的啊，叫张公子吧，张公子什么李公子，我搞不清，在。微博上炫富，结果被别人扒了啊！扒了之后嘞，然后去年我们南昌不是放了一次烟花嘛？你们看了吗？放了烟花嘛？啊，那个烟花的钱就从他们单位拿的。你不炫吗？你不炫富吗？啊，那我们这刚好要放烟花，那就朝你们那儿发，啊，你们掏这个钱，发点形意拳的演练吧。不会形意拳啊，单打也当然，小架是基础啊，小架是基础。你小架你没有练会，你练单打你练不了的，你练不了的。开肩我不知道怎么开，我不知道怎么开肩，小心，什么开肩开胯开龙脊，我一概不会，我一概不会。自学的小架一路比较熟，呵呵。兄弟哈，因为这个你不是我的网课学员，所以我不好去说，不好去说什么啊。如果说你是我的课件学员的话，熟不熟得我说了算，明白吧？就好像呵，你跟一位老师在学拳，你说熟不行，等你老师说熟，你才是真熟啊。不管几路，谈心不管几路，开不懂哈，什么开肩、开背、开龙脊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学过。你说形劈拳是吧？最近特别爱看形劈拳。这个红星哈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说你的小架单打你都不怎么地的话，你形劈拳你也学不了。最重要是不是这个形哈，是行走的形，不是形态的形，行走的形啊。形劈拳练什么？形劈拳练的是纵向的滚动，明白吧？纵向的圆的滚动，形劈。对对，行劈没错，行走的行。
对，行批，没错。因为这个像过去啊，行批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在行走当中一批一条，一批一条就批杂啊。像过去啊，这个能识文断字的老师不多，过去大多数是文盲啊，没读过书，那很正常，在那个年代啊，那个年代也没有文盲二字，大家都没读过书，都是口传心授，因此在这个字体上啊会有很多的偏差啊，是吧？比如说行批，它就是啊行走的行，是不是有叫新义拳的？对，有叫新义拳的。纵向滚动，那行批发力会不会用到脊柱啊？没用过啊，两脚兽兄弟。所以说我有时候我觉得你们的功力应该是比较大的啊，什么脊柱发力啊，这个发力那个发力，反正你们这些什么什么啊，这个松胯发力，我这些东西我一概不会。我说心里话，兄弟，我是一概不会，什么什么这些我不会啊，我不会啊，什么用腰发力这些我都不会。八拳的功力是不是要练大枪才有功力？你练拳的过程当中不就是练功力吗？麦太郎啊，你想想，你练这些拳啊，这个比如说你的顶手是哼哼啊，那肯定是没功力，但一啪这就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顶手没功力，这就来，明白吧？效率太低是吧？那这个东西就是干嘛呢？你的老师教法效率低了，你的老师的教法效率低了。哎，不容易是真的啊！感谢兄弟支持哈。请问一下，暑期班长不算人。因为准备暑期期间去找师傅学的人多，能指导我们啊？咱们暑期人不多啊，真穿的应该是大枪。是这个麦太郎哈，我呢只是阐述我的一个观点啊，阐述我的一个观点，就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你觉得什么这个是真传，那个是真传，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学就好了啊。啊，这些我不会录嘞啊，清晨啊，你现在说这个话我不录了啊，我会剪掉啊。反正我是老百姓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30多万粉丝嘞，随便说话啊。光练小教和单掌练实战嘛，得你得懂招，天人得懂招。我老百姓，嗯、我是打赤脚的，你说我怕什么？我看唐老师视频讲雍搓劲挺有意思，试了一下挺难，对，不容易的。观众喜欢看啥就发啥啊。自存啊，这个我呢是南昌人哈，我是南昌人，我不在什么异地他乡哈，我就在自己的家乡哈。这小架这是一套吗？还是一半？小心，咱们的教程是一套啊，教程是一套。听说李树文的功力很强，不会是练套路？那你得问李树文呐、啊。麦太郎，我没有见过李老先生，所以我也不清楚，我没有见过。呵呵，兄弟，你刚不说你在看我的教程在学吗？是吧？你直接把你的视频发我看看，是不是？推算谁也见不到，是啊，谁也见不到，嗯，听说嘛。八极拳是佛家还是道家？我哪知道？会啥兵器？都会搞两下的，乌毛都会搞两下。听说李先生是为了练某一个拳，每天早上10公里。好的，哎，加入之后小心，加入之后要私信我哈，我会指导你去练，我会指导，没有指导练不出来的啊，练不出来的。八拳八极家，他问我。是佛家还是道家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
每天都会，每天都会一点点啊！对对对，对，每天进步一点点啊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是北方犬种，没错没错。没有，和文回族文化没关系，和回族文化没关系。这个两脚兽哈，像在这个河北哈，不仅仅说只有八极拳是左拳右掌抱拳，不仅仅说只有八极拳，你像六合蓝手，他也会左拳右掌，也会，不是说只有八极拳，他和回族没关系。哦，没有是吧？那你去看我的教程哈，去看我的教程哈，呵呵兄弟哈。南昌好远啊。不练拳我也没见过十公里。哦，是吗？我每天晚上，你别问我几点钟休息，你得问我几点钟起床，明白吧？我们每个人啊，每天要睡满10个钟头就比较好。啊，比如说兄弟们，你们现在11:30还没睡觉，但是明天早上7点钟还起来上班，我觉得这对身体没好处了。啊，对身体没好处了。我不一样，我不一样。啊，我可能10点钟，我可能10点钟起床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对对，明白吧，兄弟？那位兄弟会失眠吗？还会失眠？开玩笑，我砰，我他妈一倒下，我都起不来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到外地去的时候啊，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赶不上火车。我从外地回来，我最担心的事也是赶不上火车，所以我一般会带3个手机，设3个闹钟，同时还需要联系一个人，比如说早上7点钟要赶火车，他最好6:30给我打个电话啊，我他妈睡着了，哎呦，行不了，挺烦的这个事情。对，每天睡满10个钟头嘛，不是说睡7个才好，你看个人嘛。我习惯是睡10个钟头，我习惯睡10个钟头。我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梁教授说什么都有。你这穆斯林文化他也不会抱这个拳，这明显是武术的抱拳礼啊，跟那个没关系。好，感谢。陪着媳妇去写生，感谢兄弟啊！现在都是迟睡早起，是吧？每天练多久？没事就练嘛，每天2个小时左右吧，2个小时左右，因为我还要教学着，我还教拳。睡7个，睡不了打工仔是吧？睡不了。睡10个小时得8点起，是啊。我之前5:30带客户赶飞机，自己差点睡过头，被客户敲门敲醒了。说明你的睡眠质量也很高，啊，你的睡眠质量也很高。挺尴尬啊。啊，你们别看我天天这么晚了，我也是很懂养生的嘞啊，是吧？我知道睡得晚就得起得晚。你这个睡得晚你还起得早，那个难搞啊，那就难搞。有你自己做的啊，吴某自己做的。好，感谢陈教练哈，感谢哈。感谢陈教练。都说传统八拳不好看，但我觉得唐老师的八拳打得挺好看。我觉得八拳也挺好看。听说抱拳里分急抱和凶抱，天人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但是你不能把民俗的这个礼仪和武术的串在一块儿去，明白吧？民俗是民俗，武术是武术，就跟武术辈分一样的，家族辈分和武术辈分不是一回事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早点休息。有个北京的不清楚，我不看别人，我不看别人有没有练功夫链接，很明显没有，很明显没有。我也不爱穿练功服，神秘人，我就爱穿平时的衣服，我不爱穿练功服。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好不好看要看你喜不喜欢。对对对，喜欢就好看，不喜欢就不好看。
能入脸，能入眼就是好看，入不了眼就不好看。我只能说他练的不是很好啊。喜欢八拳兄弟可以看看我的教程哈，咱们直播间右下方一个蓝色的雪花片，点进就能看到啊。八七拳帅爆了啊！这段时间馆里面有学生啊，有外地的学生在这，我没有时间出去啊。等这个外地的学生都回去了，回去了之后，我到南昌各大地方转一转啊。我不是特别爱出去啊，到各大地方转一转干嘛呢？去拍拍视频啊，是吧？这个第一呢，让大家看看八拳，第二不也是推广咱们八极拳啊，推广我们南昌嘛，是不是？兄弟啊，你不能说先走了呀，不能这么说话，兄弟啊，不好哈。你说我下了哈，我先下了不会失眠，我不失眠，对，先撤了。明天一早起来练功。兄弟啊，你这么这个点睡觉，你还早起练什么功啊？别练了啊，冷飕飕的。零基础学自己能练多久？口香，口香糖，我没有办法去说。我跟你讲啊，口香糖兄弟哈，第一呢，我不了解你，明白？我不了解你啊，练多久？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你喜欢你就会一直练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是把它当做一个跳板的话，你达到了目的你就不练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？八拳的观赏性和实用性都很不错，我认为是，汪坤宇，我认为也是。四处走走装，我不装，两脚兽，我一定是没人的时候我才会搞，有人的时候我不喜欢。啊，好的，有人的时候我也挺尴尬，因为这个八拳他妈一练声势浩大啊，别人都喜欢围过来，我也很尴尬哈、啊，我这个人也比较害羞啊，我也比较害羞啊，两脚兽，所以说要趁没四下无人我才整一整，赶紧整完赶紧走啊。所以观赏性高不等于花拳绣，当然哪年观赏性高不肯定是不等于花拳绣腿的。你看那个谁，那泰森，哇去波球他们的比赛你们看过吗？那观赏性太高了，实用性太强了啊。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一种这种说法，说什么好用的不好看，好看的不好用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？我猜的哈，过去人学拳啊，他没有镜子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练的什么鬼样子。比如说两仪装正常是这么蹲，有的人呢，啊，他有撅屁股挺胸的毛病，啊，蹲的这个鬼样子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如何掩盖自己练的东西很差呢？他就跟别人讲，好看的东西不好用，我这个样子好用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什么好看的不好用，好用的不好看，你这个是毫无逻辑的，是不是兄弟？我说对不对？学包住不包吃，包住不包吃，对吧？缺这个挺胸撅屁股，你能好看吗？你肯定不好看，你也不好用，是吧？只要你的八极拳，不管是八拳也好，什么拳也好，只要你的周身规矩做到位了，只要你的劲力发出来是迅猛的、整的，怎么就不好看呢？是吧？所以很多这个民间这种东西毫无根据，它是站不住脚，经不起推敲。
想来我这跟我学的私信我，想来拳馆来线下跟我学的你私信我。主播晚上好。你好，还能发语音啊？这边老师，天赋和努力哪个重要？我觉得努力更重要啊。天赋管什么用啊？是吧，天赋管什么用啊？有天赋的人不谈天赋，没天赋的也不肯努力，嘿，都是互相找借口了。吴某，唐老师，八拳有些招式怎么跟形意拳差不多？讲解武术着呢啊，好尴尬呀、啊！你为什么要发语音呢？有些招式怎么跟形意拳很像？也不能这样说，这个天哥啊。这个人呐、啊，都是四肢八节，是吧？都是四肢八节，这你一两个动作像，就跟差不多，是吧？这不是瞎子摸象嘛，兄弟天哥，啊，就跟八拳有个动作拉弓似啊，于是就很多人讲，哎呀，这个是八拳，就是脱枪维拳，又什么刀盾，啊，也是瞎子摸象。是吧，吴某啊，天赋这个东西是干嘛呢？你得去做，你做了之后才知道有没有天赋，是吧？你都没做就有天赋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从业者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比别人，你时间虽然短，但是你比别人强，说明什么？你有天赋，你什么都没搞，谈不上天赋。是，我知道，是天，没错，天哥，啊，但是我看的不太像啊，不太像。哎，天哥兄弟，你们知道有个品牌叫做劲霸男装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劲霸男装吗？听过没有？有没有听过的？知道啊？那八拳当中有个动作叫二郎担山啊，那个二郎担山的动作和劲霸男装是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怎么说？那这个怎么说？好的牌子哈，是这个是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南疆石。我挖好多核桃，这是核桃。南昌那边的朋友玩核桃的不太多，是几乎没有，开心几乎没有。兄弟，我玩的东西都特别小众，我身边也没有喝茶的。没盘爆浆，这还没爆浆。你是大学生，送我一个。你大学生，送你一个，也不是说不可以送，可以送，怎么不可以送呢？但是我怕宠坏。爱你啊兄弟啊，到时候你到哪都白嫖，养成了白嫖的习惯不好吧，我会宠坏你吧。啊，到时候我送了给你，你回头你到哪都白嫖，这样子。